最近我的两个宝宝吵着要吃鸡腿，今天又做个土豆焖鸡，锅内热油，爆香姜蒜，下焯过水的鸡肉，大火翻炒到表皮焦黄出油，一勺盐，一勺糖，一大勺豆瓣酱，一勺生抽，翻炒至上色均匀，下土豆块、八角、桂皮和没过食材的水，再翻炒翻炒，倒入炖锅，后盖中火焖煮25分钟，加入青红椒配个颜色，馋哭小朋友的土豆焖鸡就做好了。